所以呢，现在武力心脏也扑通扑通的了，扑通扑通的。我好紧张啊！好紧张。你紧张吗？哎，你紧张吗？왜인지모르겠는데정말긴장이많이되네요왜그럴까요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蛮紧张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紧张呢？아니지난주에마송이홍콩에없었잖아요上周我们马松没有来到香港场嘛，对不对？그때광주왔을때는안그랬는데오늘은왜부동부동나在广州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么的那个紧张，可是今天为什么这么扑通扑通呢？紧张到喝水，没事，擦擦汗，擦擦汗，不要紧张。哎，各位都是我的姐姐们，对不对？如果等一下这位上场的时候，等一下，如果我要晕倒的话，请送我去郫县人民医院。저기절하면어떡해요那我晕倒了怎么办呢你晕倒了就有人做人工呼吸啦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哎呀我是真紧张没有在表现演的接下来成都的朋友们的福利来了让我们欢迎你要有什么说的吗제가무슨할말이있겠어요我还能说什么话呢接下来全场哦成都人的热情好不好让我们欢迎我们心目当中的女神，有请！天哪！请坐，请坐。哇，오늘왜이렇게？今天真的怎么会我们先请对慧乔跟所有正在直播上观看我们的朋友还有现场这么多的粉丝朋友先打个招呼你好我是孙慧乔很开心见到你们哇我觉得今天慧乔看起来也有一点小紧张的感觉아니요요즘에송중기씨의인기를항상인터넷이나방송으로만봤었었는데이렇게실제로보니까제가다너무기분이좋고떨리고되게흥분되는것같아요其实呢之前呢我知道宋仲基的人气很旺不过都是通透过电视或是网络上看到他这个人气是多旺的不过我今天来到现场呢看到现场粉丝这么的热情我就觉得哦也很开心然后心中也有点小紧张然后心情也很好哇很紧张对你比较紧张还是慧乔比较紧张我好那今天晚上我相信今天慧乔非常的意气相挺然后来到我们美丽的成都大家再给宋慧乔尖叫声好吗哇请坐对哇哇哇我们很少会在这样的场合看到宋慧乔小姐然后我们想问问看今天为什么他这么愿意的出现在成都出现在仲基的见面会上跟这么多的粉丝朋友们见面일단송중기씨가정말좋은자리에초대를해주셔서이렇게여러분들을가까이뵐수있었던것같고요
首先呢就是宋仲基邀请我来到成都场为他这样子来加油，所以我有才有机会来到现场跟各位来这样子现场的面对面的见面。 제가 몇 년 전에 팬더 홍보대사로 청두를 찾았었는데 이렇게 송중기 씨 덕분에 또 이렇게 오게 돼서 너무너무 감사하고 또 중기 씨가 좋은 추억을 만들어 주시는 것 같아서 정말 감사드립니다. 其实，在几年前呢，我因为是熊猫的宣传大使有来过成都。那过了几年之后，因为今天有宋仲基的见面会而来，又来重新来到了成都，我觉得很开心。然后我觉得可以让大家跟我们都可以拥有制造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所以真的很开心又谢谢。 아니 제가 지난주에 광수 씨 왔을 때는 아니랬거든요. 我上次李光洙来当我的嘉宾的时候，其实我的心情不是这样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哎呦，那我想请问一下，啊，就물 좀 마실게요. 我先喝口水。嗯，哦呵，啊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宋慧乔女士啊，最近在忙些什么？我相信很多观众都很想知道你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啊。 요즘에 드라마 끝나고 이제 친한 분들이랑 많이 쉬고 있고요. 또 쉬면서 준기 씨의 활약을 보면서 지내고 있습니다. 自从上次的电视剧结束之后呢，我就在家里休息，跟一些亲朋好友们就是可能就比较做休息的一些事情。然后另外我在家里就一直常常在收看宋仲基在各方面的一个很优越的一个表现。哇！ 你又有要说的了是吧？没有，宋先生，请你矜持一点好吗？所以呢？ 아니 제가 드라마 촬영하면서 몇 개월을 같이 있었는데 중국에서 이렇게 또 같이 보는 건 처음이거든요. 其实我们在拍电视剧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一起那个剧组要好几个月。 一起要拍戏嘛？那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中国见到宋慧乔啊！ 누나 진짜 이쁘네요. 姐姐你真的好美啊！谢谢。姐姐确实很美。好。啊。我们来问问看，这个。对。这个慧乔是第二次来。马松이 긴장한 것 같은데요. 他说：“马松，你是你在紧张吧？”不是，你知道我刚才特别尴尬，就在那后台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宋慧乔了，然后我说：“哦。”然后旁边的那个工作人员就说：“哎哎，你主持人哦。”我说：“我是主持人。”所以一会儿请我的姐姐们帮我多拍几张跟慧乔的照片好吗？谢谢啦。<笑> 我们想问问看，慧乔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见到宋仲基时候的印象是什么？ 처음 뵀을 때 인상은 워낙에 송중기 씨가 정말 많은 분들이 너무 좋아하시고 제가 뵙기 전부터 너무나 좋은 얘기들이 많이 들렸었기 때문에 정말 많은 기대를 가지고 중기 씨를 만나러 갔었던 것 같은데 역시나 실망시키지 않고 제가 생각했던 그 좋았던 이미지보다도 더 좋은 사람이었고 또 촬영을 하면서는 더욱더 진실되고 깊은 사람이었어서 참 이 친구 정말 멋있다라는 생각을 많이 했었던 것 같아요. 在还没有见到他之前呢，就是透过很多朋友们，就是大家口耳相传，就说宋仲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怎么样的一个演员。那大家都对他的都是称赞，所以他在见他之前就还蛮期待的。然后真正见到他本人的时候呢，果不其然，他真的是跟大家口中的说的一样，就是那么的优秀，那么的好。然后在拍片现场的时候呢，也可以看到他真的是很真诚，也很诚恳。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没有让我失望，就觉得比我想的还要好。 哎哎，各位，哦，好，那今天呢，既然乔妹来到了现场，然后这么的来相挺我们的宋仲基，那当然我们也要有个礼物要送给两位，好不好？来，我们来看看这个特别的礼物是什么呢？선물，哦，真的是美得让人心动啊，케이크인가봐요。
这两个确实没有捏得很漂亮。啊！저보다 눈이 큰 것 같은데요. 他的 眼睛 比我大些呢. 우리 이때 사진. 他的 眼睛 比我大. 这样。 我们请现场所有的粉丝朋友一起来拍下来这张照片，来纪念这个非常特别的时刻，好不好？我们的柳大卫跟姜暮烟在我们美丽的成都，当然我也想带我们所有成都的朋友对你们说一声，成都欢迎你们，希望你们常来这里。哦，那个那边有个啊，啥意思啊？好，谢谢，谢谢，再次的谢谢。 好，那今天呢？既然宋慧乔可以来到成都这么一座热辣的城市，所以我们就要看两个人玩更多的游戏，好不好？慧乔在韩国玩过一个游戏叫大富翁吗 ？게임 요 네. 어 몸으로 움직이면서 해본 게임은 안 해본 것 같아요. 원래 게임도 하세요? 原来你还玩游戏吗？他在问他，宋仲基问宋慧乔说：“原来你还有玩游戏？”宋慧乔说：“并没有玩过这样子的游戏。”哇，我跟你讲，我们这个游戏相当的精彩。期待할게요。好，我会期待的。我上次 광수랑 했던 막 그런 세발자전거 타고 막 그런 거 아니죠? 세발자전거 타고 막 그런 거 아니죠? 该不会是要骑三轮车什么的之类的吧？안돼안돼안돼不行哦这个骑三轮车 今天我们的这个裙子不太方便，所以我们要来看看玩什么游戏，好不好？재밌겠는데요？네，네。好，来看看究竟要玩什么游戏呢？네，오。大富翁。大富翁。네。好，来。我们先请哪一位先来？ 먼저 하실래요? 제가 那边那个 那个尖叫声是练过的是吧？他们剪刀石头布来决定，所以乔妹先来吗？ 먼저 하세요. 네. 甩这个骰子，对，准备好了吗？ Are you okay? 来，一、二、三，二。 好，看看二是什么呢？小游戏，哎呦，那我们来看看小游戏的内容是。对。啊？啊？那我们要来看看这个经典场面是什么场面呢？来看看 VCR。 강선생은 혈액형이 뭡니까? 당신의 이상형? 더 해봐요. 미인형? 한 번만 더 해봐요. 인형? 졌다. 오 마이 갓! 虽然 两位都是实力派的演技的这样的一个最佳男女主角，对不对？但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演戏，应该是第一次吧？네 원래 이런 자리에서 하는 건 좀 쑥스러워하는데 연기를. 아니 원래 촬영장에는 스태프들이 한 많으면 한 30명, 40명 있는데. 哇！慧晓刚刚说，确实没有在这么多人的面前演过戏。我在太多人面前演戏，我会觉得很害羞。然后。 宗基是刚刚讲说，他们在现场拍片的时候呢，现场的工作人员顶多也就是三四十个人呐、啊，那现场这么多的人这样。好的，那我们现在来演一下这一段好不好？你当大家都是空气。OK， 你们都屏住呼吸好不好？来，대신에 웃으면 안 돼요. 不过你们要答应我不可以笑我们，不可以笑我们哦。他们不会笑，他们会大笑。
하나, 둘, 셋, 액션! 강 선생은 혈액형이 뭡니까? 당신의 이상형. 오케이, 오케이, 오케이. 더 해봐요. 미인형. 아, 한 번만 더 해봐요. 인형. 아니, 우리가 이거를 거의 9개월 만에 하는 것 같아요. 我们这个镜头呢，我们是你上一次演拍戏的时候已经九个月了，所以九个月来第一次这样也是觉得好害羞、好尴尬。哇，关键我离得这么近，乔妹的脸也红得像苹果一样。我知道你想说是热的是吧？哈哈。不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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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저요? 네. 네. 오케이. 好, 잠깐 쉬시죠. 전 개인적으로 yes or no가 나왔으면 좋겠어요. 그래서 我个人希望 yes or no 可以选到 yes or no. 真的好. 하나, 둘, 셋 해 주세요. 请你们大声喊 123哦. 오케이. 3. 아, 비하인드 토크. 무후 방탄. 네. 你知道一看到幕后访谈，好多人呢切。来，我们来看看。 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영상 있어요? 아. 这个是什么时候？ 저게 전날이 준기 씨랑 저랑 태양의 후예라는 드라마를 하기 위해서 제일 처음 만난 첫 날이에요. 첫 미팅한 날일 거예요, 아마. 这应该就是我们已经决定要做太阳的后裔之后，我跟宋仲基第一次见面的日子。第一次开会，我们要那个 오늘 성도 팬미팅에서 처음 공개하는 거예요. 这是在我们成都见面会，真的是第一次公开的照片哦。嗯，哇！所以这是在拍戏之前的第一次见面的一个照片。然后呢，这个我觉得每个人呢都非常非常的期待两位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哦，그렇죠. 일단 你是我的音效是不是？因为我在说话的时候，那边老有一个女生啊，已经啊了好几次了，你知道吗？哇， 오늘 송혜교 씨 오시니까 정말 분위기가 역대 최고인 것 같아요. 今天我们宋慧乔来到现场之后，我发现我们现在现场的气氛是自我们见面会开始以来最热烈的一次。 감사합니다 선배님. 谢谢你前辈，所以我其实刚才看到好多人都晕倒了，是吧？对。啊，好，刚才呢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照片，他们第一次这个见到的时候，然后呢后来呢也就给我们来带来了这一部非常好看的电视剧作品，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大风游戏要继续了，我们要看看乔妹究竟会选择怎样的游戏。 송혜교 씨가 팬들하고 오래 있고 싶은가 봐요. 看来我们宋慧乔呢想要跟粉丝们多待一点时间，所以才出现都很低的数字。 마음씨도 넓으시네요. 他的心里心胸也很宽大呢。是，所以我们来看看 yes or no 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看一下。不是，幕后访谈。啊。 这张照片是在这个哪里的时候拍的？这张照片，慧乔还记得吗？저때가 누나 사막이었나요? 예. 那时候我们是在沙漠吗？他刚刚问宋慧乔。사막장면 15부 엔딩 찍을 때, 知道吗? 我们在拍第15集要做那个结尾的部分的时候，在沙漠拍的，那你们都知道吗？嗯，我想问一下，乔妹笑得非常的清新洒脱。 而您笑得非常的娇媚，是为什么呢？저 때 정확히는 기억이 안 나는데 감독님이 좀 재밌는 말씀을 하셨던 것 같아요. 감독님이 농담하셨던 걸로 기억해요. 其实我不太记得了，不过那时候好像导演讲了比较好笑的话，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笑，所以笑了出来。 아마 저 장면이 근데 장면으로 따지면 굉장히 슬픈 장면인데 촬영할 때는 되게 즐거웠던 걸로 기억하고 있어요.
其实因为我们到尾声的时候那个剧情不是都有点悲情了吗？是，可是他们在拍片现场的时候是气氛是非常的和睦融融，很开心的。好好的，再次的谢谢。好，接下来宋先生加油。 OK， 一二三啊，一起喊一二三。자三三一二啊왜왜아팬분들은게임을원하시는건가요你们怎么好像有点失望呢？你们是希望我们玩游戏是吗？因为我们并不想看访谈。又丢了，又丢了。四。哦，六六六六六六。哦，小游戏。好，哇，我们来看看这个游戏是什么呢？ game 요아참참참참참참네선배님할수있겠어요前面你可以玩这个游戏吗？他点头说可以。我来解释一下。이거해보신적있으세요前面你有玩过这个游戏吗？谁输了谁就被잠깐又来了你아니잠깐만근데先等一下先等一下저보고송혜씨를때리라고요 你的意思是他输了的话你要我用这个打宋慧乔的头吗？这就要看你自己了呀。你看你愿不愿意打。이렇게큰걸로송혜교를 你要我拿这么大的东西打宋慧乔？谁赢了谁打谁。宋先生不要过度自信，也许不是你打他。准备好了吗？가위바위보，가위바위보。OK。好，宋仲基先开始。好紧张，宋慧乔好紧张。선배님안봐드립니다。前辈，我不会放水哦。还知道防水。아연속으로세번 OK。要连续三赢三次才行。참참참。한번더。이번이쪽갈게요。这次我要弄右边哦。참참참。이번에진짜이쪽갈게요진짜로这次我真的会往右边진짜이쪽갈게요真的右边진짜이쪽갈게요참참참 아니잠깐만요제가그럼이긴거죠네지금준비시간에에어어떻게때려요이렇게예쁘신분을他长这么漂亮一个人你要我怎么打下去嘛关键你知道吗这所有的松果朋友平时好像松哥松哥刚才你们好大声的叫马松打马松打马松 OK 马松이흑기사흑기사你当黑骑士吗什么黑骑士就是你代打可以啊可以啊 OK, okay. 能够被宋仲基打也是一种幸福네哦、oh, 幸福的眩晕可以请我的女神再打我一下吗哇아니송혜교씨랑참참참을할줄은생각도못했어요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这一辈子会跟宋慧乔在台上玩참참참游戏、哎、这样我们刚才是仲基在玩嘛我们让乔妹跟他玩一次好不好我们给乔妹一次机会对对对对对哇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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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Fighting되게좋아하시네요你好像很开心哦참참참되게좋아하시네요你真的很开心준비하셨어人家已经准人家已经准备好那个锤子참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OK 要어떻게때려요남자주인공을他是男主角你要我怎么打下去呢啊哇最毒女神心好接下来我们下一个游戏好不好对我맞아도좋네요不过被打了耶我也蛮开心的啦五一二三四哇又是个小游戏好我们来看看游戏内容是什么呢
네? 뭐죠? 这是慧乔平时会画画吗？ 평상시에 그림은 잘 그리세요? 잘 그리진 않는데 오늘 더 못 그릴 것 같아요. 와, 어떡하죠? 我不太会画，不过我今天在台上更紧张嘛，所以我可能画得更不好。好，来，有请两位，宋先生画宋小姐，宋小姐画宋先生，好不好？来，有请，一分钟的时间。 아니, 아, 오케이. 그림 잘 그리세요? 你很会画画吗？然后宋慧乔摇头。那 아니, 저 송혜미 씨 잘못 그렸다가 정말 어떡해요? 송준기 씨, 如果我